大家好，我是阿翔，现在去搜一下地笼，看一下有没有鱼。今天鱼起来的比较早一点，应该有鱼来了啊，可以去看一下。先搜第一个吧，看一下。有没有大户？好像有鱼，大鱼。上来了。泥鳅，小的鱼，谁喊的那鱼？喊的鱼，喊的那鱼，一个大石头。啊？这什么？看一下，这什么？你说。见过没有？西龙宫那里。再到上面去看一下。再看看这个鲤鱼。很好，很好，一只泥鳅。这涨水水太大了，这个鱼不会过来，过来就被冲走掉了。换个地方放，那个地方不能放。还要杀的吧？就杀掉了。那个老师傅的笼子里面鱼比较多一点。没鱼多钱？你忘记在？哈，不要再看过你了，这。哇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看一下，都掉了血，那个去脱水。这个就是野生的那种黄辣丁，你看它听到它的声音没有？哎，它不叫了，看到没有？仔细聆听一下，唱歌一样的，哎，叫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。这个鱼很厉害的，这个鱼被它叮到一下，手都要肿起来。妈的，不喜欢它。我就喜欢这样的泥鳅。这也是大泥鳅，这就是野生的大泥鳅。这个算是大鱼，很大的了，这个。好，收工，回去，把它弄吃掉去。